日之协进会、台东桂田喜来登、日日幸福出版社、诚品书店、台东故事馆几个单位通力合作，12月1号下午再度邀请 Masa 老师到台东桂田，为大家示范又好制作又好吃的鸡腿、番茄奶酱通心粉以及马铃薯炖肉汤两道料理。好，台东大各位好，我是 Masa， 非常开心来到台东。然后现在，虽然是在几月，12月，但是还是还闷热，但是非常的。怎么讲啊？气氛其实很好，哎，天气也很好，就是我看到那个天空是很蓝的，非常的气，环境是非常好，所以我就剩几天，那我就享受这边的台东的气氛了。谢谢。现场百名粉丝除了用心学做菜外，还认真拍照直播料理的过程，空气当中洋溢着幸福的味道。哎，好，那因为我们那个日本那个调味料会有一个顺序，我们会照这个日文，就是 IUL 的那个顺序。那调味料的话，我们会用这个沙那一行，就是沙西苏塞索。对，那沙是这个，不是沙豆，就是沙的。对，沙，然后西，西是什么？西是西油，哎，油盐巴。对，沙西苏。苏，哎，对，没错，对，沙西苏，然后塞，塞有一点难，塞是有一点那个不一样的发音，塞的意思是醤油，对，酱油，对，因为那个醤油有人会写 CU， 就是比较传统的写的话是，对，沙西苏塞，塞就是醤油酱油，对，然后沙西苏塞嗦嗦就是味噌。对，味噌，那因为这个顺序才可以，就是容易入味。像那个糖跟那个盐巴，哪一个是先放进去？因为那个盐巴是很容易进去那个食材里面入味的，但是糖是比较慢、比较难入味，所以我们通常会加糖，然后先让它入味，然后再加食油，就是盐巴。然后再来是沙西苏，苏是叶酸味嘛，所以那个 酸的味道是容易跑掉，所以我们是后面一点加进去的。然后塞酱油也是它的风味也是容易跑掉，太早加它容易焦，就是锅子边也是容易焦掉。然后苏是最容易跑掉它的风味，就是味噌，对，所以我们做味噌汤也是一样，我们是味噌最后快煮好时候才放进去，然后让它滚一下下就可以熄火的。好，那像这个今天我们还有清酒跟味霖，这个是算是一个另外一种可能可以说这个饮料的分类，所以像清酒是最早放进去，因为它里面有酒精，所以你要提早放进去，然后它的那个酒精让它蒸发。 OK， 对，然后味霖也是，味霖是本来是酒类，所以它里面会有那个酒精，所以你可以提早放进去，然后这个味霖跟酱油先煮一煮，让它就是蒸发它的酒精。Sake 对 ，Sake 跟味霖。然后开始滚了啊，酒精都不见了，那你可以加是什么？茶豆对，茶豆。是对。然后后来是这个是什么？酱油对，那现在对，所以现在是我是速度比较快，但是如果真的要照这个顺序的话，你可以先加，然后稍微让它慢慢入味，然后再加下一个调味料的。好 ，OK。一次两次，就因为很少机会来到这边，因为这是交通面的关系，所以很少的机会来到这边。那来到这边当然会最期待，就是还是碰到很多我朋友们，因为每次我是在网络上分享嘛，所以每次大家看的那个留言，但是一直都没有办法就是见面的，所以像利用这一种活动可以见面很多各位。很多人觉得煮菜很辛苦很麻烦， Masa 表示煮菜的人一定要享受煮菜的时间，他希望大家不要太害怕失败，不断的开心的做料理，厨房将会是您的快乐园地。台东所在综合报道。